2023香港小姐竞选在16号进行复选，经过首轮的面试质素有所提升，并且第二轮面试亦有不少首次来面试的佳丽都相当亮眼，包括有韩味极重、着紧身紫色上衣、大酥丰满身材的钢琴女神赖佩琳，有些背景的却仲是钢琴大师刘思坤的高徒，果然卧虎藏龙啊。首次见传媒的亦有啱啱由温哥华返香港的钢琴老师陈晓彤，曾经选过温哥华华裔小姐的她仲是一名学霸，在加拿大著名的卑斯大学音乐系硕士毕业，仲是华姐钟嘉欣、邓佩仪、李亚男等的师妹。首次面试的仙气真淑雅，陈怡今年22岁，去年8月先来香港读硕士，今次参加港姐是抱着玩客的心态，想给自己一个经验。另外第一轮的大热有不少都晋升到复选，其中火辣学霸 Michelle 以性感低胸亮相状态大勇，而翻版范冰冰黄敏慈亦成功晋级，被问到个样有啲似范冰冰，佢就好谦虚咁话，觉得佢好靓，自己冇佢咁靓，但有信心入围。一众佳丽都各有特色，应该会掀起一番恶斗啦。